你看直播间，能做都低，刷都低，差价老爷补，这个就是骗我们的啊、骗我们的代驾，这就是拖延我们时间的代驾。赶紧给打电话，现在啊，三分钟过去了啊、再拿一盒过来。再拿一盒。嗯。啊。只能做这么多。我一会上。只能做多少？158。不妨给您拿。只能做成158一单，没事，家人们啊，平时你们158，应该只能买到哈，4个、5个或10，最多只能买到10个那个10个虫草。直播间链接做成158，能接受的后边打个能来，谁能接受我就给谁，谁能接受158虫草一盒，就这么一大盒，这里面多少颗虫草？咱们这个大概有50多个。50多颗。嗨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先不要上，马上老婆就到，好不好？我说过，你说我等一下，肯定不行，你听，不行那就全部拿来，全部拿给我。是吗？来，把它纸条过来。好。你稍微等一下，我打电话。那就全部给我。你我再打电话，你等一下。你这样子行不行？我一分钟一盒，我给我，就当做是你骗我的代价，行不行？我没有骗，今天钱真带来。OK， 行。真的。行啊。真的带来。行，听到没有？我马上打电话，你看，马上打电话。那你打吧。来。哎，你看。我不看，我也不看，我也不想听你们的拖延时间。来。喂，有个人要是158是不是只能做158？对，来，那就158，抢到一盒。怎么不接电话？我再加，我个人再加你一盒来，收到货两盒，虫草，来准备好，给大家上5单，谁抢到是谁的，是不是8000多个人？给大家上5单，谁抢到是谁的？这个是老杨的利息，那个钱你们找那个老杨公司要啊。这一盒可是100克的。我一盒100克，那就2盒、嗯、2盒嘛。哦，200克。嗯。哦。就说是你现在师傅啊，来，100，只能直播间只能做成158，没事，158抢到一盒，我再加一盆给你们，你们收到货是2盒虫草。只有我给大家上了5单，你们谁抢到谁的。你确定是杨总去付账是吧？你付不付？对呀、啊。可不可以？确定吗？就当做是利息了，就当做你骗我的像啥。他必须可以。啊，杨总。啊，说好了。如果他这会儿人不来，我继续给。我这东西成本在这儿呢，你这是你的朋友，这他给你说的是。那你的卖了，那这回你们自己点击看一下，能付款说明你们抢到了，付不了款说明没有了啊。行啊，行是不是？行他不吸也得吸，他吸也得吸，你不知道，来、这个条子给他看一下。人家老杨确实是善人，你看吧。他不是善良 是啊，我是从四川过来找他的，来，你看一下这个。哎呦，他差我500个，他不愿意给我，他一偷了我好几天，骗了我好几天了。这个就当做是利息了，这不可能的事儿，是吧？你不要相信这件事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个上面你写的明白的吗？对。啊？我看你上面写的明明白白。我们是其他的事情，跟这个没关系，知道吗？没有了，被别人抢完了啊。10盒拿过来。10盒。啊，我直播间已经给了10盒，因为他们抢到一个，我就给他们2盒。一个人给2盒。啊，我是白给的。白给的。啊，你知道这一盒可是。没事，那个没事，我直播间这个是我家人，我给我家人没事，白给无所谓。你这是家人真是有福大。没有没有他们的话啊，老爷他也不会还我这个钱。但是你知道这可是白虫草。啊，白虫草它的这个数量极其稀少，知道吗？哎，那10盒打包给他。啊，行，10盒打包安全，我拿好。你把那10盒拿给我。啊，装好，我给你放在一边。行。啊，可以的，师傅就给他。你给打包。好。人呢？电话也没接。啥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要不要我下去看一下？哎，去看一下。刚才在电梯口看了，没人。我给你装好了，放在旁边了。装好了是吧？张师傅，你去那个楼梯口啊，1楼那里看一下，有没有人在那，有没有在那电梯口等着。好的，你赶紧打电话。哎，你打电话来呀。又上当了是不是？咱们又上当了，没事，他这样子整。
上当了。电话嘛，看了吗？又上当，你不要跟我看，我要看人。来，再拿十盒过来，也是那个杨总集团买的，也是杨总集团买的啊。对，来拿十盒过来。谢谢。来，直播间家人们啊，再给大家上5单，刚才没有抢到的，打在公屏上来。虫草啊，一盒里面啊，差不多50到100克这个左右啊。对。我看一下里面是多少个。100克。对，这个里面是100克，是不是？啊，100克，大概100克虫草，70-80根啊。嗯，对。再啊，抢到100克，再给你们再给你们加100克，你们收到货是2盒，200克，来，直接上车来，直播间家人们，再上5单，准备好。行。啊，看他人在这里，杨总，你赶紧打电话吧啊，来。打过电话了。没事，你们要是能买大的话，我就一直给。那你得稍等一下，我们得从仓库调，因为这个东西特别少。啊，行，你仓库里面调过来。行，好，调给安杰，拿调过来，调过来，过来给我核对一下。行，可以的。来。我又给大家上了5单下班小黄车，抢！只有4单了，抢！现在抢到的，马上啊，安排。对，库房那边给你调拨了已经。杨总现在紧张了，一直在打电话了啊，在那里一直在打电话了，有点紧张了啊。咱们不这样子搞，他紧张不起来，家人们啊，咱们不这样子搞，他紧张不起来。他人在这里，我们看着呢，他人在这里，他现在打电话，他有点紧张了，他在骂他老婆呢，没事，马上就拿过。咱们这样子搞，不能抢是不是？不能抢了吗？不能抢的话，说明没有了啊。不能抢了的话，说明没有了，你们自己点进去看一下，不能抢了，说明没有了啊。他现在已经紧张了，你看，在打电话了。你反正自己点进去看一下啊，能付款你说啊，你就拍到了啊，明天12点之前给你发货，付不了款，说明已经没有了，被别人抢完了，来，没了。那个，这个圆球里面的这个是啥？这就是那个高原红。对，就我血玉高原红，我师傅喝的这个。他是干啥的嘛？这个因为杨总就是。杨总他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喝这个？杨总刚才我师傅说了，杨总有这高那高的，然后这个地方总不舒服，知道吧？有这高那高的。对，然后呢，他就得喝，因为他这个地方总不舒服啊。对对对。经常睡不着觉是不是？是的，经常睡不着觉。这个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。多少钱一颗？咱们这一颗呀，这一颗是99一朵。怎么喝？就是泡水喝，是不是？对，泡水喝。直播间有没有这高那高的啊？像杨总一样睡不着的，有没有？有的话，过不下，打个油来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个。有没有？直播间有没有这高那高的啊？晚上睡不着的，像杨总一样的，有没有？有的，过不下，打个油。有几个？我安排几朵，来。这几朵的话，不要杨总数都可以，我来，我自己来。早晨起来有是不是？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有10多个人这样子是不是？有10多个人来，他这个喝几多少克他就好了，应该。这个是怎么着呢？对于咱们中华文化来讲，你也不是，咱不说那别的了，一天喝几次几克？一朵就行，一天喝一朵就行啊。对。然后像你这样，用微水泡还是用冷水泡？用开水泡。开水泡啊。对。就这样泡，喝完了再加水泡，喝完了再加水，对，加到没有味道为止。对，什么时候没有颜色、没有味道了就可以了。OK。啊。什么时候喝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对，什么时候喝都可以。早晨起来泡着。来，99块钱一朵是不是？对，99一朵。这样子。安杰，拿个你们这样子，你们拿个包装盒过来，拿个袋子过来。行。好的，我会看着杨总的啊。看着呢，看着呢，没事。来，我给你拿袋子。我不会走的，一直。刚才这高那高的睡不着的那些。顾不着打个一出来，来，一朵。你什么意思？来，我帮你。啊。来。掰开。这个盒子不用。啊，不用。2朵。
行。三多。哦，我帮你搬。四多。哎。五多。六多。七多。八多。九多。十多。十一多。来，你看这个袋子有多少多，能够装吗？哦，全部打开。行。就是把这个袋子装满呗，是这意思吗？啊、嗯。行，我给你装啊、哦，我查一下。是，来，我给我直播间九十九是不是？对，九十九一朵。一朵九十九啊？嗯，对，一朵九十九。九十九，一百朵。九十九一百朵啊？没有，这个是我给我直播家人，你抓抓就行了。哦哦哦，行。你看多少朵才能抓吗？嗯，好的。来，这是一百朵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一百朵了。直接九十九一百朵，家人们。九十九一百朵啊？没有，这是我给我家人呀，没事、哦。行行行，那我知道了。这个我想问一下先生，这个也是杨总买单吗？对，杨总买单。哦哦，行。它是高原壶啊。对，这是。你们就当高原，就把它当成茶喝就行了。九十九一百朵，下方小黄车，一百朵还不怎么嘛？嗯。这样子，你来。嗯。一百朵，这样子，再帮我抓一百朵过来，再帮我抓一百朵过来。行，哎，好的。九十九，一百朵，然后今天在直播间抢到的，再加一百朵，两百朵，杨总买到，杨总，你们买到？你赶紧，咱们就一直在这里给到他那个老婆是什么时候来为止？来，这里又抓好了一朵，来，九十九。啊，就这种高原火啊，九十九，九十九块九，啊，九十九块钱，他这里一朵，你们一朵卖九十九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我们一朵卖九。今天在咱们直播间啊，你们抢到啊，九十九抢到一朵，直接啊，我们直播间是一百朵不够，再加一百朵，你们收到货是两百朵。九十九给两百朵啊？没有，我给我直播间，我是白给他们的。哦。来，我们直播间，你就用这个袋子装，帮我抓20个袋子出来。嗯。我给直播间家人们上十单来。下班小花车抢，你们自我给大家上了十单啊！你们抢到了，都收到货，都是200朵啊！我就这样子给你们抓过来。他这个200个的话太多了，就变成那么多了，就不好弄。我就把它装成这个袋子啊，200朵，你一个袋子100朵，2个袋子200朵来，给你们安排。那平时喝茶都不用喝这个水吗？你们就把它当成茶喝就行了。在一个每天喝茶的过程中，就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。哦，对，你们把它当成茶喝，又能帮你们改善这些问题了，对，多好，是不是？一举三得得了。因为杨总每天就用这个来泡水，我师傅也用这个来泡水喝。那直接没有了。来，泡一杯也给我喝一下，也给我泡一杯喝。哎呀，最近我经常睡不着，我被那个杨总气得睡不着。哦，你也睡不着是吗？他也被我气得睡不着，我也被他气得睡不着，最近是这样子。是吗？嗯，这样的，那可以先。来，给我也泡一朵喝一下。哎，我给你泡一朵。我也泡一朵喝一下。好，没事，咱们不这样子，他永远都收不到。来了，同志，来了，行，那咱们就啊。咱们不上了啊，来了，已经来了。啊，杨副热，来了，好，来了。你看，家人们啊，不这样子搞半天，一天都来不了，这样子搞就来了。你这个也不够啊，你这。这里是多少个？20。干啥呢？不行。先拿20个，行，就这样，多少？20个。这样吧，宝贝，啊，来，先拿20个给你，先拿20个，对，怎么样吧？来，那个昨天那个保证书怎么写的？拿来看一下。这样吧，你别保证书，这是保证书，你这么大个老鼠是不是？你看，哎呀，这么多人在这里看着。你这些昨天写了多少我都记不得。你说啊，你年纪大了，你经常忘记，记不得。给他开一副那个不忘记的，给他一份记忆力啊，提高记忆力的了。因为老杨经常忘记这些事情。这样吧，
昨天说好的今天拿250个跟我，结果只拿了20个过来了。